Eclipse 打开之后的话，那我希望在里面呢哈，开始开发的话，我需要注意哪些事情？理论上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哈，在 Eclipse 开发的流程哈。OK，好，切一下啊，应观众要求啊。不过它这个前面会不会太亮了？不会，如果是中底这样放，这边比较暗，因为大家都带自己带电。OK，好，它这个好像是关了，自己，它睡着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，如何在这里面建一个新的专案哦。那当然一样，第一个，它的观念一定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 project 哈，就是一个专案。那这个专案的话呢，当然哈，它预设的是 Java，可是我们不是要用 Java，所以第一个。它的最外层一定是一个 project，把它点下啊。那这个地方不要选 Java 哦，不要选错了哦，选 project。project 里面的话，它会问你说你要哪一种 project，那你就找这个 py 有没有 py 的 div 这一个。然后呢，我们选什么呢？选记得不要选错哦，记得选这个有没有 Python 的这个 project 哦，有没有在 project 里面选这个哦，而且图是这个，不要选错了，选到别的话。那就可能会有问题。那上面两个这是架设网站的啦，也就是说哈，那个 Django 这个以后甚至 Python 可以拿来架 server 的，啊，底下的话还有什么 app 啦，engine bar，就是甚至可以拿它来设计一些简单的 app 也 OK。但是我们现在是要用 project 这个哈，所以 div project 这个按 next 之后，你的 project 名称叫什么？也许你第一个 project 的话，也许你可以。打一个简单的名称啊，比如说叫什么叫 test 好了，假设你要 test，那你的那个什么呢？你的Python 的版本，那我们还是用3.6好了，OK 好3.6，然后按 finish 就可以了，好有没有？这个地方给它一个 project name，然后一个就是我们的版本，然后 finish 之后的话呢，他会问你说呢，这个 project 你要不要把它打开？我把它打开好了，OK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，你就建立好第一个你的这个我们的专案就建起来了。那专案建立之后的话，哈，里面第一层就 OK。第二层的话呢，我们要建 Python 档哦，请你按右键 New 一个什么呢？New 一个 Package。好，先专案，再 Package，再来才是 Python 档案。所以它是一层一层，也就是一个专案里面呢，可以放很多个 Package。那一个 package 里面呢，又可以放好几个档案，大概关联性是这样哦。OK，可以吗？太快了。老师你乱太快了。这第二步就是在里面增加一个，我习惯是在上面按右键 ，new 一个 package，意思就是说在专案里面呢，下一阶就是 package，再下一阶就是我们的那个 Python 档。那一个专案里面可以有很多个 package 哈，所以。不同的 package 你可以放不同目的性的程式了哈，OK，然后 package，那 package 名称的话呢哈，比如说我们叫随便取个名称啊，比如叫 P1 好了，就第一个 package，OK，finish，好，那这个时候的话，你会发现在专案里面哈，它会出现一个 package，加自动帮你产生一个空白的一个 Python 档，不过这个当然你按 OK 的话哈，这个 Python 档基本上你可以用也可以不要用了哈。那你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，如果你要在底下再新增，按右键。package 是怎么出生的？哎，按右键，new 一个 package，有没有？就这个。哦，有。有吗？哈。然后有 package 之后呢，在上面再按右键。如果你要新增你的 pack，就是你的那个什么呢？你的 Python 档的话，有没有？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DOS 环境下打的那个程式的话，就是一个 module。所以基本上它的结构一定是 project。package，然后再 module 有没有？OK，所以三个架构哦。那一个 package 可以放很多个 module，那个 module 可以 run，而且互相，比如说你今天要存取别的 module 或者别的 package，其实哈都可以透过 import 哈去把它做另外一个 package 的存取。老师，package 跟 module 的关系是什么？关系哦。对。基本上就是一个打包档嘛，里面放了很多只程式嘛，对，它有点像是一 package 是打包档，module 是程式，哎，类似这个概念，模组 module 在上面，就有点像一个资料夹嘛，里面放很多个档案嘛，所以
module 是档案。对，然后 module 的副档名就点 py 就对了，好，应该可以吗？好，应该了解这意思吗？对，好，啊，反正在外层 ，module 就是一个又是另外一个资料夹了。OK， 好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建立一个，那这个名称的话呢，哈，比如说你建立 module 不用建立 package， 就是 package 已经建立完了，跳过。一定要 package 在 module， 好，那我们把它这边打一个 hello 好了，比如说我们简单打一个程式好了。因为我想每个同学都应该想要知道到底你的环境 O 不 OK， 所以你就是在这边建一个 hello 的点 py 的 module， 对哈，啊 m 就空的，那请你试一下哈，把这里面注解拿掉，打一个什么 print， 我们刚刚做的第一件事，直接就打在这里。但是你会发现哈，在那个 Eclipse 里面有个优点，你打一个关键字，它就会帮你提示了一个清单，你不用打，点两下就好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你就这样。一个双引号，打一个什么啊 ？Hello 好了，反正就简单一下，看能不能真的 Hello。OK， 啊，执行怎么执行呢？上面不是有一个，也不是 Enter 哦 ，Run S 有没有？按下去，再来 Run 一下，按 OK， 或者点它两下。哎，要不要 Run 它？按 OK， 这个时候下面的话哈，有没有？它就会出现了 ，Hello。OK。有成功哦。啊，有成功吗？有，好感动。总算有追上速度了。真的哦，啊，你以后学 Java 也是这样学，反正以后 Java 就是专案 package， 然后再来就 Java 档，只是说 Java 实际上是点 Java 而已啦，哦，哎，以前你们没有经历过吗？都没有。都没有哦 ，OK 好，不过有经历过大概就知道，因为就是这样一套啦，以后你要学其他的东西都一样啊。好 ，OK， 所以你看有有跟没有其实还是有差别的哈，有经历过。好，所以第一步咯，再来我们来建刚刚的第二个加总，有没有？不是有个 sum 对不对？所以请你建第二个，按右键 new 第二个 module， 也许名称叫 sum。new 在 package 在 hello 的 package 下面。哎，对，就是在那个 package 里面建就好了。好，然后名称就是一个 package 里面可以建非常多个 module， 所以我们是在刚刚的那个 p1 的那个package 里面再建第二个 module， 名称叫 sum 好了。那请你把刚刚的程式有没有稍微输入一下哈？刚刚不是输入一些什么 a 等于多少 ，b 等于多少，然后 sum 等于 a 加 b， 然后把它 print 出来，有没有？还记得吧？啊，那里面的数字你都可以改啦，不一定要 sum， 你也可以直接加减乘除乱乱看，因为四则运算里面哈大概就有这些东西，所以请各位哈，哎是，因为。这边发现我先把这个先设定啊，再来第二个可能遇到的第二个状况哈，可能我们需要解决就是这个，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觉得字哈，这个可能太小了。那如果说我希望把这个环境的里面的字稍微把它放大一点点的话，你会觉得很小吗？不会，如果不会哦，不会那 OK 啦。如果你觉得字太小，那怎么设定？第一个哈，你可以也是一样设定啊，我习惯按右键哈。里面有一个这个哈、哦，这个 preference 这个哈、哦、设定，这里面的话你可以去针对你要的那个环境哈、哦、去做。不过哈、哦、这个设定可能要稍微找，因为它上面这相关的设定里面有一些选项，那、啊、你可能要选对哦。这个反而更需要注意。你按进来之后哈、哦，它这边有一个什么 colors and fonts 有没有？就是你那。底下他会问你说，那请问一下你要设定的是哪一个部分，他有这么多选项、哦、这个就是有点像迷宫一样、哦、那怎么办呢？我记得应该是在那个 basic 里面，基本里面的那个什么呢， basic 里面、哦、有一个针对我们的字的大小、哦、就是 test form，好、啊，把它点两下了哈、哦，你把它点两下之后就可以做设定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十，如果你要14好了哈、哦，稍微大一点的，那你就把它选择之后按确定，啊、哦，确定之后呢，那你可以看到了哈、哦，这个后面有14字，大概这么大，那你可以把它就是同意之后的话，把它 close 掉，好、哦啊，把它 close 看看 ，OK， 有没有字就放大了，就这样子。因为之前有同学哈、哦，刚开始打程式打少还好，打多开始眼睛痛了，哦，怎么办呢？眼睛要先保健一下，所以先跟各位讲一下字怎么设定大小，哦，
啊，当然如果你不需要没关系啦，你就当成是这个、哦、知道有这个设定、哦、啊。之后如果我忘记的话呢，可以回头、哦、再做一下这个地方、哦、特别重要在哪里？在 basic 里面，好、哦、记得、哦、在 basic 里面的那个像啊，其他当然还有更多的设定啊。所以第一步恐怕、哦、各位要先对于这个环境、哦、先了解。那是因为我讲过这是自助餐环境啊，所以你什么都要自己来。然后呢，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做错，后面可能就会全部错，包含就是说之前有同学哈、哦，一打开建专案就叉叉，后来我也是实在是看不出到底为什么，原因很后来我实际看一下他的那个 workspace 有没有？刚刚不是有讲一个那个我们的工作那个workspace 就是建环境的，就是进来的第一步有没有 workspace 工作区哈、哦？啊，如果你要变更的话，可以 switch workspace， 这边有个 other。从这边也可以去变更，那特别注意哈，我之前遇过是这样，就有同学习惯用中文的名称 ，OK 哈，那特别注意了，Eclipse 有一个怪癖，他看到中文就挂掉了，所以记得哈，尽量不要用中文的那个中文的那个什么工作 workspace 的名称，尽量你让他保持英文的，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同学是用英文的名称，就挂掉了，啊 ，OK。这第一个，第二个好像之前有同学是把它放在随身碟里面，好像他对随身碟也不行，好、哦，可以一定要是实体的硬碟，好、哦、啊，诸如此类啦，反正状况千奇百怪啦、哦啊、但是说真的，有时候可能你们遇得到，我不见得遇得到，因为我都是固定的 SOP， 标准化动作，所以基本上只要是标准化动作，那应该就没错了。就怕说你可能有一个地方没做对的话，那就是后面，那当然我也不知道说你可能哪个地方环节做错，所以没关系哦。假如你刚刚那个环境不 OK 啦，你可以到云端上面，我已经把之前我做的一个环境哦，把它放在云端上面，这边有个懒人包，你把它下载之后解压缩，打开之后哦，你只要有 JDK 的话，应该就 run 起来应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下一步反正就照着做。那有的时候，与其你要找那个环境到底哪里错哈，倒不如砍掉重练，这是我真心话，真的，因为有时候哈，哪里错哈，真的没，我自己也不知道，那我怎么办？重新来啊！啊，所以以后如果你做了一个环境之后，你就把它保存起来，压缩或者放在某个地方啊，以后错了没关系，把它砍掉，再把原来 OK 的那个环境哈，再解出来。来 OK 啦，你不要一直在那边搞环境，真的，这个环境还算单纯的。以前那个手机开发那更复杂一堆，我说同学你不要再搞环境了，因为他已经走火入魔了，哦，鬼打墙很久。我说你干脆砍掉哈、哦，直接把原来 ready 的环可以用的环境解出来，你再用那个就好了啦。你不要一直在那边找到底哪里有错，哦，反而更浪费时间。好、哦，那请各位稍微先把那个。这个部分先完成，然后后面的话我们就要接着，因为环境也 ready 了，那再来就是要进入到怎么去把程式给写出来的这个部分。那我们一样按部就班了，当然这个进度我还在拿捏，到底快慢是有时候感觉好像讲太快，有时候感觉讲太慢，反正没关系啦，有问题的话你们再提出来。那接下来请各位先把这个部分、完成，那待会我们再进入到那个第二个阶段。